要不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啊？一群小姑娘围着你，多暖和呀！哎呀，这话听上去咋有点孔家洞老陈醋的味道嘞？啊？我说啊，你现在心里得意的很吧？没有，这如坐针毡，七上八下，热油锅里笨进水珠子。那你知道下次该怎么做吗？知道了。说来听。你说咋做就咋做呗。那你告诉我，明儿天亮以后，往哪个方向走？跟着坂田贵的屁股后边走。行啊，说的还有那么点道理。哎，让我看看，亲的，让我抱一下呗。你啊，来，抱，会管孩子？我不会抱，这不得学吗？你说，万一将来咱俩有了娃，不会抱摔了，那不得心疼死啊！我让你胡说！哎呀，你轻点，小心吓着孩子了。哎，你说，等将来我们有了娃，是生一个男娃好呢，还是生一个女娃好呢？嗯，女娃吧。啊？为什么不能是男娃？因为我喜欢女娃呀。哎。你不会脑子里还留着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？怎么会？我都是要读共产主义小册子人了啊！这次回到孙家盘，我立马打入党申请书，脑子里咋会有那些臭思想？嗯，我是觉得吧，先生一个男娃，再生一个女娃，男女搭配，生活不累。想得美！我告诉你啊，就一个，生多了会耽误工作的。耽误工作？嗯。你想，这怀胎十孕，两个，那就是20孕，再加上坐月子，还真挺耽误工作的。是啊。哎，你是不是心里又在琢磨什么鬼主意呢？大队长，这在部队里我是你的参谋，最后抓主意的人还是你；在家里我又是你的婆姨，最后抓主意的人还是你。我随便一说，你千万别生气啊！好啊，那我就听听你这随便一说。我是这么想的：锅里熬米汤，笼屉蒸花馍，一次生两个，这不就不耽误了吗？是啊，哎，要是我一次生三个，你还不得高兴的用脑袋撞墙啊？哎呀，你要是有这本事，咱老刘祖上冒青烟啊！你想得美啊！你拿我当老母猪啊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就一个，这是命令。是。你小子还真会挑时候啊！哎。坂田嫂呢？坂田真在前面，我带你们去。少佐，ここでお会いできるとは。浅野少佐、ここまで捜査してきたか。流川少と子供は見つかったか。いいえ。山少庄、ヤートツンもすべて調べたが、しかし痕跡はない。流川少のやつ、地下に潜ったのか。もしかして地下に潜ったのか。おそらくラウオークにはついておらず、孫子廟に行ったのでは。孫子廟であれば、すでに兵を配置してある。やつらが来れば報告があるはず。流川少、どこに行ったんだ。牡丹姑娘，你能告诉我，流传说他现在在哪吗？到底在哪？我要是知道，我早就告诉你了。我还想找到他呢。
讲什么呢？坂田贵已经来过了，一个时辰前刚走，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再回来。先让孩子们休息，我想办法给他们弄点好吃的。嗯，我看附近应该有我们的区队，我去找几个堡垒户打听一下情况。你好，小心点。你也是。中佐殿、このまま待ち続けるのですか。流川荘がどこにいるか教えてくれればすぐに出発する。流川荘、なんと狡猾だ。後ろに隠れていいよとは。浅野総社、守備隊警備隊に命令だ。あとは常に接近しろ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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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我这冬天养的冬雕，让你小子都给我折腾没了。说，为什么不让我们在宋子庙接应你们呀？敌情有变化，我也不想让你们跑这趟冤枉路。但是我们没有电台，无法取得联系啊。嗯，老赵，还是你行。昨天晚上我跟大队长说，整个游戏大队就你的鼻子最灵，一定能够闻着我。你看，果不其然吧？说我啥？哎，误会误会。哎呀，这个。猛虎营赵大营长，你在别的部队肯定是个团长呢，目光如炬，深谋远虑，那是高瞻远瞩啊。那你一定可以飞。得了得了得了，你就长了一张好嘴，要不然我们团长能……说吧，回去以后怎么补偿我们呀？大家伙请放心，红烧肉吃个够。好。你小子兜里有买肉的钱吗？我兜里是没钱，人有钱呢。他说的没错，我这里啊还有点积蓄。刘参谋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不好了！这坂田龟孙带着小鬼子给我来了。有多少鬼子？不知道啊，乌泱泱大票人呢。还有多远？侦察队说大概还有三四里地吧。大队长，赶紧带着孩子们先撤，我留下来阻击鬼子。不行，那么多鬼子，我们这些人抵挡不了的。这样吧，让孩子们先撤，我们留下来设下埋伏，想办法拖住小鬼子。对，刘参谋说的对，得先拖住鬼子。赵一枪他们在这儿，离我们大概有三四十里，在柳条铺子附近，找到他们咱们就安全了。大队长，带着孩子们先撤，快撤吧。不行，战斗还没开始，我哪能先撤？这样，二海，你带几个人保护好孩子们与赵一枪会合，其余的人跟着我去拖住鬼子。喂，什么声音？难道刘全说在集合队伍？啥集合队伍？这是变戏法的开场锣。什么？我们的判断没有错，刘传书和吃水孩子们就在这个村子里。命令部队包围这座村子，这回我要让月台的传说挂上一个句号。嗯。怎么样了？鬼子要来了，按我刚才说的办，尽量拖延时间。好。山高水又深，刀子难挡。
啊，刘传叔，虽然我听不懂你在唱什么，但是你的嗓音不错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觉得好听，你就买张票呗。进来呀，刘传叔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油嘴滑舌，我看未必吧。老赵，能不能让你死？能就是帮你要把你绑到我的婚宴上，我要让你尝尝我的手艺，胜者巴蝶子巴大碗。我不该搅和你跟大队长的关系，我知道你和艾正。老赵，我做不了你的伴娘了。你要是和大队长有了孩子，大明。
名叫长胜，小名叫狗剩，你咋知？ 说，旅长说在呢。嗯，刘参谋，铁蛋，你班长，那下辈子跟你好好学手艺，别胡说八道。没下辈子，别胡说八道。还有三狗、弱子、大头。 那么凶狠的手艺，在太原城可给打翻住了。行行行，我都交给你，我把俺会的都会交给你。班长，鬼子又上来了。我先去。班长，那黄骨丹要下山了，你们快走。快撤吧！笑是笑，不想拖累你们。班长，我不能留下你，要走一块走。你们快点走！ 铁蛋，我求你了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走！ 为什么这么干？我为了保护你们呀，刚刚差点炸着你们。电台炸毁了，我们怎么指挥部队？我可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是一心想保护坂田太君。那电台那么重要，你刚刚怎么不扑过去呀？你就是怕死！你行了，别说了。 我现在想知道，去柳条铺子最近的道路。这个我真不知道。现在我们必须去柳条铺子，传我命令，马上集合队伍，去柳条铺子。嘿，绕过了前面那道山梁，就到了柳条铺子，那里会有队伍接应我们。小队长，小队长。 前面有鬼子！向こう你还接着가야돼。오예。
求求你放了他！求求你放了他！不要！小石头！根据现在这个情况，二汉，你先带着两个班战士和保育员回孙家班。 小石头，我们哪也不去！大不了我们都死在这里。你还是不是八路军战士了？你知道小石头的妈妈是怎么牺牲的吗？今天就算我们全部都牺牲在这里，小石头都不能死。对，不能救小石头，救救小石头吧！跟鬼子拼了！就算拼光了，也要把小石头救出来。我也想拼，可怎么拼？我不能让大家去送死。 どんな状況だ？八路軍は撤退していません。子供を一人捕まえました。よろしい。 各科，电报送りました。各部作戦开始しました。中队长，鬼子忽然把小石头放在了十字街的石台上。啊，小鬼子呢？小鬼子都藏起来了。畜生也干不出这种事儿。那你们快想想办法呀！ 要不咱们这样，刚才说的都听清楚了吧？同志们，注意安全，隐蔽。
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，八路并没有将这些孩子送走，他们还在柳道铺子。再过两个小时，我们就可以完成对柳道铺子的合围。一个孩子，八路都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30多个孩子，他们一定会拼上整个月泰游击队。如果我们消灭了月泰游击队，也完成了还军这次扫荡的计划。参谋大队长，你们可算是来了呀！大队长刘参谋，你们可来了。什么情况？现在小石头在鬼子手里了。这位将，我们还有多少人？还有60多人。照这情形看，坂田龟是想拖住我们，跟我们来个合围。我们现在担心的倒不是合围，坂田龟即使合围了我们，也不着急动手。他心里盘算着，是能有更多的部队来救我们。要救出小石头，就不能让坂田龟的计谋得逞。所以我觉得，他越怕胜，我们就做胜。那是因为流传说他不在柳条铺子，他要是在，我看你这戏怎么唱得下去。牡丹姑娘，那你就等着看这出好戏吧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撤出战斗？没错，撤出战斗。可是我……好，赵一枪，通知部队，随时准备撤出战斗，快去。是，阿汉，找4、5个手脚利索的、枪法好的跟着我行动。老炮，大，给我找一个喇叭过来。好。瓦卡里哥，嗨。你今天要是走，我就把这孩子杀了。肯定是坂田龟派他来的，是想拖住我。我数10下。1。老婆，去给我做几个烟雾弹，越多越好。2。大队长，我去见一下花牡丹。在太原城，我没有救下东东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3。所以今天，我无论如何也要救下小石头。4。好，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不能去，太危险了。你是大队长，还要留下来指挥作战。赵一枪，按照刘参谋刚才制定好的作战计划执行，出一次差错，我就撤了你。是。大队长，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去呢？因为我怕你们俩说悄悄话，我得跟着呀。你知不知道会有多少鬼子的枪口对着我们？我知道，所以我才要跟你一起。你这是作胜呢？你别问那么多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不想跟你分开。我要你好好活着。我想你活着。6。你听好了，你若不离不弃，我必生死相依。你若不离不弃，我必生死相依。7。就不怕小鬼子突然开枪吗？不怕，就算是子弹击中我又怎么样？可以死在爱人的怀里，也是一种幸福。你说，你为什么要爱上我这只癞蛤蟆呢？谁说你是癞蛤蟆了？再说了，人呢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，
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，我看你就非常可爱。我明白了，这就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我现在就是你的西施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说过了很多很多年以后，人们会怎么评说我们俩的爱情？癞蛤蟆吃上了天鹅肉呗。不对，我觉得啊，应该是美丽的鸽子翱翔在传说的天空。这个词儿好。哎，那成亲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给我戴红盖头啊？把手放开！我再说一遍，把手放开！牡丹，今天我跟你嫂子敢手拉着手走过来，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你嫂子跟我说，能牺牲在我的怀里，那是一种幸福。能够和你嫂子手拉手闭上眼睛，那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牡丹，我跟你哥知道这是坂田圭的阴谋，是他故意让你抱着小石头来要挟我。可即便是这样，我们还是要来，就为了你怀里这个刚过百天的小石头，就为了这个刚从鬼子魔爪下被救出来的小石头，我们死了那么多战士，现在也轮到我们了。为了这孩子值得吗？我跟你嫂子觉得值得，那就值得。哪怕脑袋掉地，哪怕粉身碎骨。没错，从参加革命那天起，我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。还没成亲呢，别一唱一和的。更准确地说，这是我们心有灵犀。一刀下去，孩子就没命了。花牡丹はついワンティングを侮辱する機会を得ましたね。そんなことは今はどうでもいい。今関心があるのは時間だ。もう半時時間を稼げ。守備隊、警備隊の包囲網が完成できるはずだ。ワンティング、只要你承认你是勾引别人家汉子的荡妇。我就把孩子还给你，牡丹。牡丹，既然今天我们走到这一步了，我也做好了救不出。
我不会让我的小鸽子受一点委屈。天塌下来，我用肩膀扛。花牡丹，老三，你叫我啥？大慧菜是谁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敌人。我有多痛恨小鬼子，就有多痛恨你。如果我流传说今天能够活着出去，下次出见，我还贴告示，告示上第一个名字就是你。大伟才，你这是要跟我恩断义绝吗？对我有恩的是一个叫牡丹的姑娘，在我心里，她永远是我的好妹子。可惜那个人不是你。我再跟你说一句，我不叫大慧菜，我叫刘传说。刘传说，我记住了。我现在要你们俩都给我跪下，不然，不然你就剁掉小石头的手指。行，你剁啊！小鸽子刚才已经说了，今天既然来了，就没想着活着回去，我们要陪小石头一块死。你说啥？陪小石头一块死。